严重严重，今儿个政府不上税，本县就跪这儿不走。我是你小子说你怕你还传起来了，你是不是找打呀你？你干什么你？我这儿跟朔王爷说话呢，碍着你什么事儿了？一边去。没事没事，我说冯大人，你看你这不是个事儿，至于吗？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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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啥事儿茶？来喝点茶，消消气儿，歇歇火。哎，有话好说，好好说。我说你这是喝茶吗？哎，王爷，我这茶可是，哎呀，你这是牛饮呢，你这是圣上不是剩下的好茶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，你看，这是朔王爷的茶啊，你就是再渴，哎，也得品。就是啊，啊，你这个粗俗。粗俗，你，哎，冯大人，再怎么说我和郑家都是皇亲，不是本王说你，你要不按例办差，难怪人家郑老爷和郑二少爷不喜欢你。你这，要不这么着，本王就把这区区二三百两银子替郑家想想办法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呦，那感情好，感情好，谢朔王爷。没有，如今朝廷二品年俸不过120两，您这一张口就帮了咱家大忙了啊！是啊，哎呀，今天早上我就听到咱们家这槐树上，一会儿是老婆，一会儿是喜鹊，呱呱呱，我就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还。原来是迎着这个人的。哎呀，爹呀，看把您乐的，这乌鸦呀是哇哇的叫了，喜鹊呢是喳喳的叫，它不会哇哇的叫，除非他们俩换个嗓儿。他们俩换嗓儿也不对呀。朔王爷，这郑家的税银，您怎么替他想办法呢？哎，你懂什么呀？这叫朔王爷乐善好施，懂吗？那什么，老爷子，这么着吧。啊，您就立个字据。啊，这个立什么字据啊？很容易啊。啊，您就这么写啊，不管本王拿什么东西，怎么拿的，啊，完全都是为了郑家完税而用，概不着补，而且不必承担一切律法责任。您看这样写可以吗？哎呦，那以后我怎么报答你朔王爷呀？图报不忍，我永朔行事从来不敢图报。那这，你看这，您连这个字据，好好，本王今天算是自作多情了。没想到这个出了一王一妃的大宅门，还缺这区区二三百两银子，本王表错情了。告辞告辞，请留步。哎，朔王爷，哎，你还等什么呀？哎，你笔墨伺候，笔墨伺候。等一下，朔王爷，别走啊。很好，朔王爷，您这么做只会纵容他们。冯大人，告诉您，以后不许再来政府胡闹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出了一王一妃的大宅门啊！以后你要再来胡闹的话，本王绝不饶你。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。听到了还愣这儿干什么？还不快走回去吧！哎呀，腿都压麻了。老爷子告辞。哎，朔王爷，慢走，您慢走，慢走，恕不远送了，不送了啊，儿子，慢走，咱郑家可是碰上大贵人了，不好了，老爷，出大事了，什么事？快说快说，慌慌张，皇上赏给娘娘回来的那个金如玉呀，啊，整天放在那大案上，这会儿他就不见了，怎么可能啊？爹，老爷，爹。老爷，快快把老爷扶到屋里去！快快快，快，快点！快！哎呀，这个老王才竟敢骗我们！我不把你告倒，我不姓张。方金元，啊，怎么在你这儿？你说这个呀？
这是本县叫花子们不敢私藏圣物，所以才交到本官这儿的。好啊，这是我家的宝物，你还我！大胆，来啊，升堂！你，大人，你干什么？我说，郑家二少爷，你如果还不把所欠税银交上来，那本官就把这金如意拿到京城当铺，所得银两抵税，多余充公。你敢？好啊，你偷盗圣物，本爷要是告上去，非砍掉你的狗头不可。我还怕你抵赖，这儿有字据。什么狗屁字据，这分明是你跟老帮菜设的圈套。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没听清啊，这是你跟那个老帮菜设的圈套。来呀、啊、掌嘴。是。你们喊，跪下跪下跪下。干什么？当今圣上二大爷的吗？给我打，重重的打。别打了，我看看儿子。爹，冯大人，我服了，是了吧？只要冯大人你答应把金如玉还给我们，哎，把我儿子放了，银子我交。好。哎，我说，你可忒大胆了。难道你就不怕？怕就不当官了。既然当了这官，那就不怕。更何况还您老人家的亲自力去呢。你来来来，我说您老人家把这好好的拿着，这圣物丢失了，娘娘那可是要怪罪的啊。来啊，放人。是。好。你等着，儿啊，儿子，等打我，儿子，不要紧啊。今天呢，咱们爷们儿就算栽在这个树二爷跟这小兔崽子的手上了。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大丈夫能屈能伸。你等着，姓冯的，等娘娘回来，啊，等你哥哥回来。哎，姓冯的，我等得起。你等着，走。本县衙役听令，立即下刑收税。看谁还敢拖欠朝廷的税银！